表情。碰到了阿爸同关，嗯，也就是和阿爸同关，嗯，男朋友就是，嗯，看不住钱，也短了，看不懂那个，多不了你，我都说你这个。Hello， 然后今天是那个宝宝第一天从那个月子中心出院，然后真正的就是回到家里来了。然后现在呢是要去那个就是家附近的一个政府办公处去给他那个，就以中国的话来说就上名字吧，就是说登记登录。因为宝宝在那个医院里面的话，一直到现在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登录了。在韩国的话，如果出生之后一个月以内不登录的话，会有罚款。然后现在是正好是过三周了，拿着那个医院给的出生证明去韩国的那个小孩子的巴士车。이게도구가한세트얼마인데원래원래한2만원이것까지합쳐갖고이거는같이끼는거응 진짜이거는설거지보다도힘든데 일반설거지보다도各种各样的奶瓶。소금어떻게깨워소금소금어뭐어디서몸이아픈거아니지너무많이잔다아니애기원래많이자는거좋은거야어잠에서우스네우고있네아야하루现在那个终于有时间稍微好好的录一录视频了，因为今天的一天真的是太忙了。今天一天就是陪小孩去政府登记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开车去接老婆，然后帮忙拿行李，然后一来，因为在那个月子中心的话，那边的话，什么奶瓶啊，或者是小孩子洗澡啊，都会有那边有专业人士照料，可能没有那么累。然后突然间就是老婆一回来，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弄嘛，就像我前面就是洗这个洗这个奶瓶一样。现在刚喝了几个之后，又多出来了，又要洗了。就不停的洗，因为小孩子他的话一天可能要喝个八九次嘛，然后喝完之后，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喝，只要有出现一些新的奶瓶，我马上就要洗，所以今天一天家里一团乱，就是什么行李都没有好好去整理。还好他有妹妹帮忙嘛，然后就是一些小孩子要用的一些煮的一些奶瓶水啊，以及一些基本的一些设备啊，什么东西都在一起帮忙弄。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就会知道一些很多神奇的东西，那种什么。保持一些水的这个温度嘛，就是随时可以用来那个装奶水，就是冲奶粉的一些水嘛，就是24小时的话保持40度这个温度嘛。如果小孩子饿的话，就是随时可以拿来冲。然后的话，还有这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放红酒的，后来才知道就是一个消杀毒的，就是专业就是拿来杀那个消菌杀毒的。然后的话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好好收拾，今天的话真的是太忙了，像那边医院那边就是送了一些很多东西都没有好好整理，啊，真的一团乱，都不想拍了，真的是就感觉要请个这个家政人员过来一起帮忙。然后今天还去那个图书馆那边拿了些，他因为刚出生的话，韩国政府这边他们会，你去申报之后，韩国政府的话他会给那个每个月30万。合在一起30万韩币的话，大概会给个2到3年。30万韩币的话，大概是1800左右。然后第一个月的话，会额外多给个10万，大概是40万。就是可能这边的区政府会给个10万块钱的一些什么祝卡金嘛，就是祝贺金嘛。然后会在25号的时候，每个月25号的时候打进来，算是韩国的一个小孩子幼儿的一个小福利吧。那边还领了一些什么，就是送了一些什么书，送了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就是儿童这些书。
这本书感觉就是可能现在还不能看吧，可能要等个那个要1岁的时候才能看吧。这种儿童书啊，还送了一些瓶子，一些东，送了一些别的什么奶粉啊、瓶子之类的东西。哦，对，然后我今天就是还去那边去领了个这个东西，就是我这个换钱嘛。大家有见过这个东西吗？是不是感觉很神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叫那个 U Transfer，它是那个换钱的。可能用过的小伙伴知道，就是你在那个 App 上面嘛，如果你要出国了嘛，就去旅游也好啊，回中国也好，就是我去下了这么一个东西嘛。因为听到我周边很多小伙伴说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然后就是的话，你下了这个 U Transfer 这个 APP 之后，你就那个登进去，把自己的银行信息、个人那个身份证登进去验证好之后，然后它画面里面就会跳出来，就换钱的话，1分钟以内就换好了，它就会跳出来就是一个框框，然后你就输进去你想换的那个金额，然后输入你想换的金额之后，然后接下来它就会跳出一个框框，然后让你去选在什么地方领，因为它都是在便利店领的，它都是。就是首尔到处都有 CU 便利店嘛，然后你在那个家附近最近的一家选一家你家最近的那家 CU 便利店，你直接过去拿到那个输好之后，你金额输进去之后，它会跳出一个二维码，你反正拿到那个码，直接去那个便利店那边去给那边看，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给你，而且很安全。然后这边都是封好的，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完全是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想去这要测试这个怎么一个效果，安不安全嘛？我也没有换太多。然后你把它解封好之后，它里面就这样子，它里面会把那个为了防止水嘛，因为它把那个封得很好，你可以挑你家最近的 CU 去拿。我就做了个测试，而且他们最近有那个活动，只要你那个申请 APP 会员的话，你去登录进去的话，他就会给你送钱，你可以直接去那个便利店那边去领。大家可以试一试 CU 便利店，U Transfer 这东西。然后今天就到这边了，我真的太累了，累得我语无伦次。然后的话，然后再见吧，拜拜。关注我哦。